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盘很惊奇》，我是大宇。那么上期节目跟大家介绍了我们节目的赞助商，超过五十年的食品老字号日方真传生产的产品牛樟芝脆鱼精。今天我们再简单重复一下，牛樟芝啊是台湾特有的原生真菌，健康价值比灵芝还高，是养生滋补强身的超级食材。石目鱼则含有十八种氨基酸和优质蛋白、天然牛磺酸。 牛樟芝萃鱼精是由牛樟芝还有虱目鱼萃取液一同精粹制成的食补产品，适合偏食的小朋友、孕妇、日夜操劳的上班族、银发族，或是刚做过手术的患者等等，健康价值非常高。那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啊，去我们今天影片下方点击日方真传的官网，输入折扣码 ZF 二零二三，购买产品满新台币一千元就能省去一百元。 这个优惠活动到二零二三年八月三十一号截止，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哦。好，现在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两千零八年五月十二号下午两点多，四川省汶川地区发生八级地震，中共官方公布七万人丧命，那实际可能更多，民间估计在三十万人左右，其中呢，学生死亡人数超过三万。 不少是在地震中不堪晃动的豆腐渣建筑倒塌导致丧生的。而在数年后的今天，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二号凌晨两点三十四分到早上六点多，在汶川以南约三百公里的四川省泸定县，接连发生四场地震，分别是四点五级、四点二级、三点零级和四点零级，震源深度十公里。当地很多人反映说自己在睡梦中被惊醒。 房间里家具都在晃动，本来震级不算是很大，但是呢，有两点让这个消息一下子冲到了微博热搜榜首。那第一啊，它是四次连震；那第二，刚刚好啊，赶上了汶川大地震十五周年。当年倒塌的不少豆腐渣建筑，比如都江堰巨源中学整栋教学楼倒塌，那这些问题啊，饱受诟病，而且各界捐助的六百多亿善款。 包括来自台湾、香港的慷慨捐助，绝大部分不知去向，只有一百多亿大概能查到走向，但最后这些善款呢去了哪里都不得而知。而汶川地震之后啊，为死于地震中豆腐渣建筑的孩子去上访的一些家长，还遭到了打压，他们有人被抓，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被关黑监狱。那四川如今的地震呢？因为正好是汶川周年。 因此引发了一些网友的这些回忆。那到现在呢，他们都感到后怕。这有地震本身这天灾的原因，也有当年人祸的影响。所以呢，也有网友谈论到自己想“润出四川”，但更多网友谈论的是“润出中共国”啊。特别是今天在中国大陆传出了一个奇闻，目前呢还没得到进一步核实，但是呢，大陆新浪网的娱乐看点已经刊登了。 说是中国大陆的意大利团签要停，原因是最近有一个从上海出发的大约有四百人的旅行团，全部在抵达意大利之后啊滞留当地不归，直接润走，而且还说呢是一个温州人带的团。除了新浪网，在大陆的其他社群平台，包括海外的推特上，都有人在谈论这一消息。那如果能证实啊，这绝对是大新闻。 中国人是有多么不想在中共国再待下去，才选择集体出逃呢？难怪中共啊把出入境看得越来越严，因为想走的人太多了。一些在海外居住的人呢，有时跟我夸大陆如何如何啊，我一般呢就简单反问一句：你干嘛不回中国居住呢？移民到美国干什么呢？啊，几乎无一例外的面对这一问题啊，都答不上来。其实呢，不只是中共国了，俄罗斯普京当局打俄乌战之后呢。 兵员不够，开始强制征兵，也一度导致不少俄罗斯年轻人疯狂出走。可见啊，人们的需求是简单的，脚是诚实的。你不能满足人们生而为人的最基本自由，还有追求幸福的权利，那人们就远离你，就这么简单。而说到俄乌战争，被传媒关注已久的乌克兰军队春季大反攻啊，似乎已经开始了。 那这种军事行动的准确日期还有行动细则，自然是不会公布给外界。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呢，已经有这种迹象。在刚过去不久的五月九号到十号这个一夜之间呢，在巴赫姆特的俄军第七十二旅还有瓦格纳部队首先遭遇乌军反击。曾是乌克兰亚速营首任指挥官的比列茨基五月十号发影片说。 乌克兰第三突击旅在持续一夜的战斗中，冲击了宽三公里的前线，深入敌方二点六公里，收复了巴赫穆特的大面积土地，摧毁了俄军第七十二旅的两个连，还有瓦格纳的一支突击部队。俄罗斯瓦格纳部队头目普里戈金也发影片说，俄方士兵正在逃跑，因为呢，在仅仅三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俄方已经失去了五百人。 他警告说，如果前线崩溃，乌克兰人呢将推进到俄乌交界的罗斯托夫州，这将宣告俄方战败。那乌军的反攻呢，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啊，大部队依次排开的挺进。俄军在乌克兰占据了大约八百公里的战线，乌军呢只有攻击俄罗斯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才能用最小的损耗啊换取最大的战果。中国的《孙子兵法》里说。 出其所不屈，屈其所不意。那意思是呢，攻击敌人防守弱的地方，在敌人意料不到的地方挺进。乌军的赫特曼少校在四月中旬接受采访时，认为这次反攻呢会完全出乎意料，会让所有人感到惊讶。因为乌军总参谋部啊不会按照二次大战的方法和理论制定计划。 这种说法呢，其实是在讽刺俄军，因为长期被认为是世界二号军事强国的俄罗斯，在本次俄乌战争中完全暴露了自己前苏联二战式的老旧僵化打法，还有思路。英国战略学教授菲利普·奥布莱恩曾指出，很多分析师认为俄罗斯是军事强国，但忽略了其政治制度，以及这种制度下产生的系统性腐败。 他说呢，政治制度类型实际上对打仗非常重要。独裁政权通常是效率低下，容易产生对领袖的崇拜，导致非常糟糕的战略决策。那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还有日军在二战时的决策者，都因独裁而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那相比之下，民主国家不仅应对上会更加灵活，也不会因为领导人的一时兴起而做出的可怕决定。 而让所有人都成为陪葬，他们也更有可能啊建立更先进的武装力量。那部分原因是呢，他们不想无谓的牺牲自己的人民。这次俄乌战争期间呢，已经爆出了很多俄国部队从上至下的腐败，腐蚀了军力。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有：军车装备着中国仿制的轮胎，在乌克兰战场爆胎啊；使用淘宝上购买的民用对讲机。 让乌军很容易监听军事通话，许多库存坦克的零件被盗了，能上战场的坦克太少，等等，这些都是挪用军费偷盗的结果。那说到这儿呢，咱们就再说说中共军队的腐败也是非常严重。最近就有一个例子，中共所谓的“航母之父”胡文明落马，当局给他的公开罪名是涉嫌受贿，金额高达五十二点八亿人民币。 甚至被爆出啊日日换新娘的丑闻，中共自己的媒体说啊这事儿此事啊震动大陆的航空工业界，暴露出的军事高层腐败问题触目惊心。中共媒体说，胡文明负责的项目都是重要的军工大项目，比如什么歼十试飞啊、雷达研发、民用机新舟级、什么大飞机 C 九幺九、航空母舰工程等等。 而胡文明的严重腐败意味着，这些项目的所有生产商要想中标，成为共军的军事承包商或制造商，就得贿赂胡文明等人，才能拿到订单。我们回想一下刚才胡文明的那些事迹啊，胃口多么大，得怎么贿赂才能让胡文明满意呢？什么金钱、美女啊，这都是必不可少的。而冲着金钱和美女去的胡文明们。 会考虑任何制造商的生产质量问题吗？而它只是中共军队系统内外贪腐流水线上的一环而已。军事装备从生产到验收，如果都能通过美女金钱贿赂摆平的话，中共的武器装备什么军事力量，可能上了真枪实弹的战场之后啊，比他的额爹更加不堪。而且呢，这种贪腐是传染病。 就连算不上多高官位的中共教育系统的小小院长，都是胆大包天的。比如全国内啊，多所高校的什么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啊，甚至普通教师啊，都是丑闻频传啊，有些涉及强奸。比如四月二十四号，江苏南京的东南大学马院院长袁九红，在一个有三百三十二名成员的教职员工工作群里面，传出了一张女性的裸照。 显然是发错聊天室了啊，尴尬无比。这事儿呢，他没少干，但是呢，不是都得逞。裸照事件之后呢，该院一名前职员的丈夫在网上爆料说，袁九红利用手中职权企图潜规则女下属。那爆料人写道呢，袁九红见到他的妻子不肯就范，工作中呢就处处针对，而且是故意减低了二零一七年年底绩效年终考核的奖金。 随后呢，他的妻子见到马院乃是非之地，前途无望，就干脆呀、啊、申请离职。另外呢，五月八号，南京小庄学院一名女子突然闯入课堂，指控该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师王某涉嫌贪污啊、骚扰，并且对其下药，图谋不轨。而与该名女子同行的男子与王某在教室外扭打。五月十号，微博 at Uncle Peter Pan 啊又发布长文。 是说他在十一年前被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思政教研室主任王国胜教授性侵。那当时呢，他是年仅十六岁的大学生。王国胜还对他进行精神控制，怀孕后呢，强迫其流产，导致他陷入严重抑郁，而且呢，尝试自杀过两次。很多网友就骂说：“学这个什么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能学出什么好人呢？” 咱们也可以反过来想，有任何正常的有抱负的学子会去专门学什么马列主义吗？去那里学习的啊，要么是共匪小官送子女去那里镀红啊，要么就是脑袋长包了，甘心要在共匪体制里发展，去那里拼一个什么马列认证的学历。那要么呢，就是不学无术啊，去那里混吃等死，无所事事的。也可能真有个别想不开的啊，真当个什么理论跑去学的。 而历史上呢，打着这个马列旗号搞出来的都是什么前苏联呢、古巴啊、朝鲜、红色高棉、日本赤军，还有中共啊等等这样的共产组织。当今中国没人真信马列，也没有任何发明创造，还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事儿是根据马列理论搞出来的。那你说那些人跑去专门学马列、教马列，能搞出什么东西来呢？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接近共产党的这个东西，自然更容易学到共匪的那一身匪气，所以大陆马院龌龊事件频传，也就可以理解了。那现在呢，中共头目习近平当然呢也不信马列。已故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回忆录中写道：“习近平呢曾亲口对他说，他若生在美国，可能不会加入共产党，而是选择能够执政的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谁话说的很明白啊，就是冲着权力去的。 新片也就是用目前中共的这个外壳啊，在维系权力。当然了，光有理论不行，还得有政绩。但是呢，习上台之后啊，可见度最高的不是别的，而是他干的一系列烂尾工程。所谓雄安新区就是一个。那今年一月，北京知名媒体人高于在推特上发布了一个雄安火车站门前广场的影像，这个号称是亚洲最大的高铁车站。 去年六月就被爆出啊，每天只有一辆列车往返北京西站。而在高瑜的镜头下，雄安站呢，则是一片荒草，只叫人想起白居易那首“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荒凉诗句。而这里呢，原本是2017年4月1号，习近平亲自拍板搞成继深圳和浦东之后的另一个全国性新区，但却迅速烂尾。 成为外界笑柄。那五月十号，习近平带着跟班总理李强前往雄安访问，又提什么雄安是千年大计，决策完全正确，又说建设雄安不能心浮气躁，要扎实有效。习近平的这番话呀，很容易被解读成是自己给自己打圆场。而从他在雄安访问时的站姿来看呢，两腿直直的杵在地上，脖子微弓。 显然是要表现出自己是充满自信的所谓伟大领袖形象，而这啊似乎成了他的专属站姿。哎，等等啊，还不是专属？朝鲜有一个人站得比他更直，当然是金三胖思密达。看来呢，这种站姿呢还是蛮有背景的。金平呢也是非常喜欢。先前啊，这种站姿在他出访的不同地点已经传出了不同的版本。两腿这么愿意分叉啊，估计再发展下去啊，就要变成在。 众人面前劈腿演说了，而最近雄安这张照片啊，受到众人议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呢，他戴着口罩还有墨镜，但其他人都没戴墨镜，这传递出两点信息。那第一点，最近疫情反扑确实存在。另外呢，习自带一副墨镜，彰显自己是不一样的存在，也的确不一样。黑帮大哥呀，好像都是这款墨镜。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拍案惊奇。 欢迎您分别关注和订阅我在“干净世界”还有 YouTube 上的新闻判近期频道。那更多节目信息啊，您可以查看我的置顶留言。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